嗱，我哋嚟到韓國咧嚇，可以潮買，亦都可以潮食。今日帶你去潮飲。潮飲？飲咩啊？飲咖啡啊！真的很正啊，又好坐又舒服，仲有啊，你睇下周围嘅环境设计又靓，又潮又正啊，简直系潮流咧，真系由佢哋创。呢个就系将酒吧同埋咖啡厅两样应有嘢融合一齐。喺首尔呢度咧，就而家好兴呢一种嘅形式，啲后生仔咧。出嚟傾下偈啊，飲下嘢啊，嚟 hea 嘅地方好多噶啦。哇，最中意咧就係呢個口吐司啊！啊，同香港咧比咧，香港款式就比較少啦。呢度咧呢一個口吐司嘅款式非常之多，而且仲焗到好脆，好好味添啊！即係你呢度玩夜晚下午啊五六點開始營業時間，到第二日嘅朝早六點鐘，即係成晚你又飲咖啡。飲啤酒 hea 足一晚，所以都聽啲導遊同事講啊，個團完咗啊，翻去酒店啦，有啲後生仔女嘅團友咧，都要求帶佢哋呢啲地方 hea 下、玩下、蒲下，咁啊好嘅，睇下呢度嘅嚇特色潮嘢。仲有呢度啲裝修咧，真係非常之靚。雖然咧係間一格格啦，但每一格咧都有唔同嘅吊燈啦。咁有個簾啦，即係話如果咧夜咗咧，班年輕人坐喺度傾密嘅，可以拉埋簾啦。咁又可以睇風景啦，同埋咧有啲榻榻米係坐得好舒服噶。同埋佢都係用啲舊嘅裝飾啊，有啲中東啊、中古啊，配合翻現在有新嘅設計啊。